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呢是今天要给大家继续再介绍一些我们这个在视频当中收集到的各种各样是 Thinking Party 我们的智能粘土。这是上一期呢刚刚给大家带来的我们情人节系列的一个烈焰红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三种都是我们的 Thinking Party 是以 Arendelle 为主题的这个小丑。我们会除此之外呢再继续给大家对比其他的一个智能粘土，比如说我们这个大罐的智能粘土，我们呢会给大家呢在今天的视频当中所有的进行一个对比展示。首先是我们这个烈焰红唇，我觉得它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特别特别饱和。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甲壳虫的绿色，非常的适合于我们的夏天，可以把它拉长拉断搓成小球，弹性也是也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大罐。大罐呢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叫 Intelligent Knitter， 是一个美国的这种智能粘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颜色，有我们这个橙黄，这个星空的银色，以及我们这个海洋蓝。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智能粘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手感特别特别的好。
感觉这个能让我直接就联想到了，比如说下雨的一个季节，或者是这种冰块，然后冰球。这边是我们一个超级超级绚丽的这种霓虹的一个朱红色，颜色非常非常的闪亮。这个呢是我最爱的海洋的颜色，可以看一下，哇，是不是特别的漂亮。这边呢就是我们最爱的，或者是说我最爱的三种智能粘土，以及我们这边的Thinking Party 里面的 Aaron Gray， 我们可以刚刚跟大家展示过的，希望你能够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我们的频道每天都会有视频的更新，如果你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不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和留言。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拜拜。